来，哇，恭喜！报告。哇，你看他这个肚子。好，到我们熟悉的蓬康了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这边钓鱼，不知道够不够近。我今天来挑战全程在车上不落地，不下车，好像可以哦。把窗户打开好了。后面打开，我鱼，哎呦，这样好像很累耶。船钓的哦，看有没有大只的，那个像那个鲤鱼啊，泰国鲤啦、啊，或者是大无锅啊，钓到大只的呆啊，应该也是可以撑得住。今天用的是五钱的中通签哦，好，一颗五钱的中通签，我一下撒入杠，哦，小的就好了。今天是用这个基奴的六号，我们直线也是用六号，今天的饵料用吐司面包哦。啊，等一下钓不完的话，等一下还可以吃，捏成条状就好。不可以。这样子。站，好了，我现在钓竿在这里哦，啊，另外一只在那里，钓鲤鱼也是要撒饵，我一口他一口，先把捞网准备好。哇，中了！对哦，我有捞网哦。哇，真忙啊！哇！哇！看得到吗？可以。
放生哦。OK。哦，一个人还真的蛮难操作的。好了，来煮点东西吃。嘟嘟好小香肠，煎个小点心来吃吃，配个小啤酒。酥炸海鲜哦，这边有个风口。车上这样，我就都是用电的啊，因为电的比较安全。小酌一下，第一次在车上翘着脚钓鱼，哦，太舒服了。罗哥，今天怎么样？钓得好不好？啊，不错哎，我刚才钓。一个掉头，一个掉尾，他跑到那边去掉，那我就在这边继续带。你，有了，啊，有了！我靠！有！啊，不大。这个可以起来哦，看你线够不够粗啊，我的是直接起来啊。我呆，哎呦，等一下，你杆子软了，等一下，又在冲了，我吓到我，啊，对，拉网在你头上啊。独立操作，看你表演。哦，哦，这样更大只还得了，哇！你这只拉网白铁的，你像我那个铝制的，上次就折甘蔗了。可是我上次那个是体型很大的。啊，这只小了。我上次那个十几斤，是我那个拉上来折甘蔗。我那个
太小了啦。好，放生。你比较舒服哎、欸，我在车上，你先把局限位置。我这边还我是被坐的。哦，但是我很想尝试看看那种感觉是什么。好、哦，尝试一次看看。想呆呆。重油重油，拿起来，直上，我直接引拔哦，直接引拔就好，我先过出啊，钻掉大雾，呆呆，我很大是吧？我很大，我很大，应该一半一斤吧。小陈，哎，哎，嗯，很棒，来，啊，恭喜，你的，哎，今天这只就是那个弹跳干嘛的，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喝完你要继续分账，加油好了，继续来努力了，好了继续，好了继续分账。反正我干的，来吃啊！你看你的耳会在，你的耳会在，我的耳会在。哎，周哥，哎。快天亮了，我看我时间差不多啊，先回家了。好啦，啊，没有办法陪你，你要自己来。OK， 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改天再来玩啦。好，改天再一起。OK OK 啦，记得约我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在这边哦，真的是好轻松，因为外面很冷，因为现在是冬天嘛。那我在车上这样哦，好轻松，然后又有鱼啦，然后又可以吃东西睡觉。电了，六点多。好了，我们先来煮个早餐好了。不错啦，有中两只啦。那个小陈也中一只。今天虽然天，可能是天气太冷了。今天整天都生活在车上，也是还蛮好玩的啦。但是就是这边这个玻璃哦，有比较高，就是不敢往下压，都是要浮起来，然后腰比较酸。谨慎小心，再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。
刚刚还有另外半包还没有用完。哇，好高！哇！哦，我的腰！哦，腰酸。大好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！我靠！哦
哦，三点八，三八五。看到没有？哇，好漂亮，好大，哇，哇，你看它这个肚子，哇，哇，这肚子这么大，这肚子很大，这是有卵了。好，我们把它放生。啊，这不能摔啊！我又把杆子撞回去。啊，腰好酸啊！赶快！哦，啊，好了，放你走，大肚子了，哇！可以啊，哦，我的腰啊，酸啊，我这不敢钓第二只了，太大了。好，这种拉一只就够了。今天拉三只，好，收工啦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拜拜，拜拜，腰不行了。